自我头一次看到你，我就决定啊，一世人除了你，我无法度接受任何人。林奈，我一定爱林奈。到时阵不管叫什么人，赶紧给了蒙子五星，摕到期待的血救吧，才是上重要的。清贤哥，你在想啥？我不休息。敢会当小问一下？当然啦，我知影像恁母家这种家大业大的家族，一定是希望子孙满堂。就是唔知影清贤哥，你有介意囡仔无？介意？我当然介意。我可袂得马上就有啊，愈紧愈好。哎呦，因为你的关系。咱的囡仔一点就巧哎！杨猛子，你妈妈以前也看你家己无，你想看嘛啊？那不是因为你去说服依林，这样关键的任务做你的靠山，阮爸阮哥哪有可能这样紧就认同你？对你的态度有这样大改变，哈哈，真正是天要落红雨啊！你就尽量甲我开不要紧，只要会当甲你摆伫我的身躯边，总有一天你会知影，我是一个内外兼具的美人。到时阵你就会和我杀掉，无法度离开我。哎呦，信贤哥，你莫安尼甲我开啦，我是真正知影我做唔对啊，唔才会真心诚意去向伊林赔罪。不管安怎讲。大家以后拢是一家人啊！啊，咱讲遮尼久啊，你巴肚枵啊吼？唔知呀，你是介意食牛排？唔免啦，唔免啦，我看到你，我即马无啥物胃口啦。凊彩点一寡较清淡的啊，赶紧食食的。我等下阁有代志要无用。哦，我伫我暗顿嘛食较少啦，我就点一寡沙拉甲开胃菜好啊。啊，对啦。唔知影咱订婚的饭店，你有决定啊未？你若是还未决定，我会当推荐你几间我足介意的饭店哦。诶，还是讲会当伫你拄收购的日月星饭店，听讲迄边有办户外婚礼。哦，刚刚用心为着干嘛就浪漫嘞？这个代志我会处理，你只要会记来参加就好啊。安怎？敢讲你希望邀请所有媒体来？好，全世界拢知影是。安尼敢袂用诶？当然袂用诶！你到即马敢阁袂记哩？我即个人做代志有安尼低调性。无啦，我是想讲。你莫想啊！我甲你讲啊，我上讨厌诶，就是我私人诶代志，互别人知影，当作是话题来八卦。嗯，低调好，低调才是主流。只要你欢喜，一切都听你的。是讲，咱马上就要变成翁仔某啊，我爱赶紧把你介意的物件学起来，予你逐天回来厝的，拢会当感受到我满满的心意。你着偷偷做你的白日梦啦，为着你欢喜嘛无偌久啊。等我摕到期待信，甲我地位徛好在了，我就会当摆脱你。把计划呢，我该请玉笑比来。是汪依林传简讯给我。这苏星柱应该是当乡里外乡的乡外乡，竟然主动传简讯给你，李校长。恭喜恁母家要办喜事啊！我的老同学廖蒙兹。近两天就会跟吴信贤订婚，算起来是你的同事啊，请好好照顾伊。而且祝吴信贤跟廖蒙兹百年好合。汪依林，啥？廖蒙兹要嫁吴信贤？这是什么神展开啊？这不可能啊！廖蒙兹是有名花瓶主播，这阵仔才因为老秀的红开图尔，不敢哪有可能接受这款新妇。这一定是汪依林黑白讲的。伊黑白讲这一辈通啊，
无理由啊。我看我还是打电话阮大家确定一下好啊。等下，顾家的李少爷订婚，这是大代志。照理讲，应该放消息给媒体，要释放什么企业合作的利多，比较低调，才赶紧，这不正常。甚至，你可是未接外人那边才知影这件代志，这就更加离谱啊！敌人还未摸清楚状况之前，先别轻举妄动。对吼，阮大哥这么爱面子，伊的后生要订婚，哪有可能黄爷爷啊？而且，伊已经叫廖蒙子去甲汪一林抹黑，阮大哥就甲廖蒙子踢出局啊。不过汪一林会传这简讯，这消息一定是真的，就代表恁大哥也同意这婚书。廖蒙之败部复活，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？让我感觉最奇怪的就是姓贤，之前他还为着那个有翁的吴静玉去给车弄，他根本就不爱廖蒙之啊。他的愿意跟廖蒙之订婚，这真的很奇怪。越离谱的状况，我们的真相就越大。这已经不是吴姓贤买还是卖的问题了。你想一下，有什么是吴姓贤一定要结婚的原因？最近阮大哥身体不好，伊敢会是想要赶紧看到姓贤结婚？啊，不过嘛无一定爱廖蒙子啊。敢会是阮大家想要赶紧和姓贤结婚，甚至生仔，用期待式叫阮大哥？毕竟迄个廖蒙子真正足听阮大家的话。是啥物病，所以用着期待式？是增生性骨髓瘤。医生有讲过啊，用期待式治疗这种病效果真好。若是讲想要赶紧和姓贤订婚生仔，是为着这个原因，那呢，这就讲会通啊。为着保掉家己的地位，无少利用还未出世囡仔，这确实是分叉下来会做的代志。阮大哥的血型是 A B 型，啊，若无，我来查看卖网络顶面，告廖蒙子血型资料，那是有，都跟咱有的差不多啊。单身汉与知名网红互动密切，大蛋爸国餐。哇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你早去跟妹妹约会，想要劈腿啊？啊，有啦！廖蒙这血型真正是 A B 型诶。看来真正跟咱有的同款。安尼，咱要想办法，袂当让彭彩霞抢走这个公路。对订婚有心到生囝，上无买八个月到十个月，咱还阁真侪时间会当想办法应付。廖小姐，我所有人员拢在招牌人客啊，请问你需要做什么服务？嗯？你哪会这么明显啊？廖小姐的目色实在真好，五年前咱见过面啊，而且饭你的福气，我的店去又烧去啊，损失足惨重的。今嘛要来开一间婚纱礼服店，这边就请你手洗脚管，唔通再来放火啊呢？啊，对吼。哦，是你哦！哎呦，咱哪会这有缘啊？啊，唔对，应该是讲你的眼光真好，你店内礼服拢合我的眼光呢。那呢，我的眼光是咪爱调整一下？你讲啥？无啦，啊，你有啥物所在需要我甲你斗相共的？是安尼啦，
明仔载我有一个足重要的场合，我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所以我需要拣一件礼服替我加分。你去把你上最上好的礼服摕出来，给我看卖咧。这是我的 size 啊，我的 size 啊！哎呦，一定是有人憋着鬼啊，要蛋黄酥，身体才会肿起来，这个拉链才会扭不起来。啊！哎呦，王依林，你最好是卖害我订婚无法度穿这领哦，我就是要穿这领，穿这领。出来啊！你安尼穿，真正有够水的，足白的人的，我感觉心中就要跳出来啊！老婆，我一出来，我就是过来找你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不是过来鬼当才会出来，还是讲你知影我要订婚啊？所以你逃到出来，不是你想的安尼啊？你不是知影，我伫遐内底表现足好诶，所以提出假设。啊，你为着要甲我订婚，唔才直接七情三狂。我互你惊者拢袂记哩啊！我要订婚，当然是甲你啊，啊无讲话有啥啊？是嘞。我伫个内底，把你等到这么久着。这五年来，你为着我，家己一个人咧过生活，我一想到都足唔甘的。是啊，是啊啦，世伟哪会这么紧就予人放出来？我甲新贤哥拢还袂结婚，我真无简单，才伫个舞会王的面头前翻身的。伊若是再来乱，我就真正完全无希望啊啦。我真正足感动诶，世伟。你来去叫我世伟，你要叫我老公啊？你是我这世人得认定的老婆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别安尼啦，安尼我会足歹势的呢。咱未结婚，你就安尼叫我，安尼以后就无新鲜感啊哦。你会当叫我萌子还是小萌萌？啊，不过我也是想要叫你老婆的。不要紧啊，咱先来登记。为滴我出来头一个代志，就是想要娶你。啊，你咧好景好啊，唔就是咧等我。等咱登记了后，我会替你办一个足请人的婚礼。啊，我袂用的，买哪会当这么凊彩啊？当然爱拣一个好日子，我才无想要办到这么凊彩。安尼。感觉对我足无尊重诶！好好好，啊那安尼，我阁另外拣一个好日子。我伫想着，咱去登记，我着足欢喜诶。啊，不要紧啊，啊你先拣礼服，你礼服若拣好，我即个做老公诶，拢会替你买单。啊，等你礼服拣好啊，咱着来做伙食烛光晚餐，顺便阁约一下会。啥？阁爱食饭约会？看起来。四月无拍算要离开，伊要跟我高高低，袂用的袂用的，明仔载我就要订婚啊！要哪会当让这个普龙公破坏？